是也会坏。我们主攻向着等待，下过雨的味道。
下一首歌，我觉得蛮适合一个天气。下一首歌叫什么？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这故事非常打动我们，所以我们就写了一首歌叫《理查》。那我们今天带来不插电的版本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哦。好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。
千里长，后来每个人都说你呀你呀，不像是会做坏事的那种人啊。习惯习惯，世界的几率虽然一般一般，但避免受伤总是不太简单。起飞起飞，云层和森林都在后退后退，或许会降落在某个海面。去看看夕阳慢慢上岸，情雨在不情雨在不在？理想理想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你呀你呀，就是个螺丝松掉的那种人啊。一天一天做着重复的工作，存钱存钱，花光了就再开始新的一天。起飞起飞，云层和森林只会沉落在那个海面。夕阳慢慢上岸，金鱼在不在？金鱼在不在？接下来带来我们的最后一首歌曲，叫做《一切好事都会发生》。那这首歌其实我们有出了一张同名的小专辑，里面有四首歌，祝大家都有好事发生。心里的透露，你的后脚全断了，我的爱人脑袋坏掉了，怎么样修不好了，新闻都是骗人的，他童言的才是真的，欢喜是不能复制的，痛苦是不能比较的，咒骂的痛并在流行着，这一刻没人爱的你可要记得，一切好事都会发生。
谢谢大家，我们是奥宇商，祝福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傍晚和夜晚。我们想跟大家拍照，可以吗？